为了让学生会当行入社区，和老大人有较密切互动，湖北科技大学结合湖北镇公所，带大学生来到三号社区，甲长辈做手工撒盆，佮予长辈亲身体验南部特乡仔的趣味。除了让学生发挥因的专长，对社会有进一步的关心，嘛予长辈伫活动当中算了欢喜。一地一地将材料切到好细，因为等一下要摕来做手工地烤炉。这边湖北科技大学的学生来到湖北三合里，要来教社区的师大做地烤，并且佫予因亲自体验人布的喜红啊，予课程佫较活泼。我感觉这个活动足赞的，算讲哦，大家拢有迄个爱心啦，吼、哦，安尼照顾在老大人，我也在老大人欢喜啦。有互因活动动手啊，动脑，还有增进因的身体健康反应啊，会改进。这安尼真好，希望恁会当定定来甲阮办啊，互阮会当有这机会参加啊，过来活动安尼。这边湖北科技大学甲电工所合作，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情境计划，和学生进入社区，甲师大人互相交流，会当互因落实服务社会的精神。所以让学生能够跟社区的长者互动，那长者平常比较不会接触年轻人，刚好也可以这样子来有一些人际的互动。除了长者可以认识这些文化之外，其实年轻人这些大学生，他们也可以透过实际的到社区的帮助的服务，然后来认识地方文化。就是这次社区的阿公阿嬷给我们的反馈其实是很好的，那让我就有更多的成就感。那如果以后到社区之后，会觉得我们想要尽心尽力做更多，想要为社区做更多事情，这样。三合里里长林坤泉表示，未来阁会甲学校以及公所配合，来予社区内的老大人体验更侪趣味的课程，予因阁较欢喜。这个活动吼是真好，阮社区吼会当讲吼后壁有阁啥物较好的活动，阮来尽量讲吼，甲遮个吼参观者遮个吼尽量来配合吼，啊，予大遮个长者会当过着一个真愉快、真快乐、真健康的后半人生啦，吼。透过趣味活泼的课程，学生唔但会当学到回馈社会的理念，嘛，予老大人欢喜学习，食到老，学到老。记者李不迪，昌报道。